和传路吗？人你纤细善良，怎能说你毁了我悲伤？小小的手掌，厚厚的温暖，你怎能平复我不安的忧患？不甘心的梦想，透过你的眼光，我才看见它原来在前方。没有谁能把你藏匿我身旁，你是我的专属天使，为我能独占。没有谁能把你在我心上，总有一个天使我哪里很需要。今天很特别哦，各位，今天是早上播，然后下午也播。好久不见了，对，好久不见。大家好呀、啊，看一下，不是早上啊，下午行吗？下午七夕哦，对，今天七夕，七夕快乐呀、啊。就说你们不说没人知道今天是七夕，对，就不要说七夕快乐。上礼拜是一样时间，对啊，但是今天不同，就是今天晚上也有播，今天晚上我们健身的时候也有播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。对，过来换一下音吧，厕所，我干嘛要抓厕所？鸡皮干燥啊，不知道。那个不在我的回答范围内。对啊，对。不是要跟上车速吧？是要停止开车吧？各位，你们动不动下？我今天就画个咖啡色。我以为你会想跟上。就是毕竟我们是 AKB48 偶像女子团体，对，希望大家可以意识到这一点。覆盖了属于我最孤独的，还有迷惘的。你们应该不知所措，不会啦，来宾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我们就接我们能接的就好了。对，因为他就是那个风格，所以我们也不用去讲什么。不甘于平庸，原谅我，分不清你的舍。他已经要被。今天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指定动作的环节，希望是不会有了。对，不太希望，不太想要。大街那女生，好期待。下
下班刚好赶上直播，那时候没有关系，不用赶上，我们今天还会有直播。所以你要化全妆，对，但是我今天不想贴贴，就不贴了吧，有点懒。还是贴？你觉得要贴还是不贴？要贴还是不贴嘞？波比跳个，对啊。上节目还是要全妆，确实，那确实。谢谢菲洛姆的香槟。看你心情。嗯。哎呦，嗯，是这东西哦。谢谢阿成带你去流浪金色版，谢谢阿成，阿成大气。谢谢菲洛姆香槟，今天七夕半价是吗？我在想今天要不要绑，其实也可以不绑，就是看个人。你们决定要绑吗？都给你们决定啦，今天造型就给你们决定啦，我随意啊。又不会塌掉的，不会塌掉的就是马尾啊。去剃可能会有点来不及，而且剃完之后可能会被骂，就是建议说不要光头这样子。哎，说到剃，我带 Coco 去剃毛了，他现在除了头其他地方都没有毛，还有脚，头跟脚。我觉得他现在大，虽然大家一直笑他，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超可爱。然后我现在还帮他换了新家，他现在新家大多了，第一次剃毛，然后还让那个人顺便帮他洗了一下，就是说 Coco 出生以来第一次洗澡，我养他快两年。谢谢松阳的带你去流浪，谢谢松阳。阿姨抵达，额外送一点。对啊，你们要看吗？放着就好，放着就好。兔子不用洗澡，兔子不用洗澡。剃完还是没有，我给你看，我给你看。我
我现在拍给你们看好了。这样好像看不太出来。我拿给你们看，他昨天拍的。昨天，边回家吃草的时候，他吃草的时候，他累到闭着眼睛吃，很可爱。他大家说他像个那个小猪。老板娘给他拍的，就是他现在是就是后面是很干净没有毛的，就这样白白的，然后他头有毛，对，但他是很像小猪，粉红小猪，很可爱，不觉得吗？很可爱，这我真的觉得很可爱。也T太广，对啊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最近天气30几度，都30几度，而且我这个人又不是很爱开冷气，所以我都只开电风扇吹而已。然后我真的觉得他快热死了，他头上有花，我把它摘了。其实那个花我没有很喜欢，有点丑，我一回家就把它摘了。我去拿一下外送。冷气是开的，对啊，因为今天我想说，我开直播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开冷气，因为开直播就会，总不能边开直播边流汗对吧，各位？今天吃什么？我来先。
水啊。他冷气比较在工作。这个我已经持续吃了，我看到我那个 Uber E 的对比真的是，以前都是什么烧烤、炸鸡、牛肉面、咖喱饭，然后现在每一餐前面都会有一个健康妈妈、健康餐、运动健身餐。你瘦了多少？不是秘密，这是不是秘密？我们昨天有量，但是就是秘密不能讲，对不对？不然这状态，我觉得我快不行了，我真的好想吃别的东西。不要怕你们到处去乱讲，我不说。大家不要关注一下体重，我们比的是体脂。那也比较贵吗？跟平常比，以东西来说的话，我会觉得这比较贵，因为这都是一些菜，然后一些肉，然后就跟我平常吃的那些大鱼大肉差不多价钱。多少？而且没什么味道。我以前吃饭都会很期待，我现在吃饭已经没有任何期待了。但是我目前没有什么，就体感变好，毕竟也才一个礼拜，一个礼拜嘛，两个礼拜，一个礼拜两个礼拜。但是你有好好睡觉吗？不都说前天才和柏林玩到三点，健身就是期间限定哦。有啦，我昨天算早，我昨天超好睡，我昨天12点就很困，可能是因为我想健身完真的很想睡觉。11点就起床了，睡了11个小时。
他已经有在尽力不熬夜了。对啊，十一个小时。腰不会很痛吗？不会啊，我又不老。对，十一小时，十一小时还好。我看四十三十四。你跟柏林会不会让好一起接什么一起？我能二十小时动都不动，活尸吧。所以我每次只要睡，我只要睡十二小时起来，我就觉得我好废哦，我怎么一直在睡觉？午安，晚安。十三十四还不是熬出来的？不用熬也能睡十三十四啊。又见到某某，什么意思啊？对啊，睡太久就会有罪恶感。我昨天晚上干到底干嘛那么晚睡？我没有睡到隔天，就是就睡过一天，我没有睡过一天。只要没有闹钟，没有事情，我一般都睡十三十四。没有十一十二吧。睡那么久吧，有点不舒服。回来，我们昨天撤了。这一天调度是，我跟你讲，不要再调了，调了没用的。会熬夜的人还是会熬夜。饭就运动，你每天都运动，你就每天都会早睡，就会很累。人设满意吗？就那样吧。你作息调三为准，三点睡。是我讲太少次吗？还是我讲太小声？我昨天十二点睡。有时候三四点就好困好困，然后晚上那种半夜三四点就一点睡意也没有。配合的健身房太远，配合的健身房哦，你不一定要来我们这间，你可以在你家附近啊。
好饿。哪些学校啊？怎么那么好？快走啊！十六到十八这种，每天都很困。我们有相遇的时间，你说空瓶是何许愿，在风暖月光的地点。有点睡。没有人把名字改那么高，这么冷。能。三四点睡不着，一般点睡着。你说早上还是晚上？我也是这样，之前会这样。你想一下，早上高中的时候，不是早上，以前在 TP 啊，高中的时候，我那时候。作息特别正常的时候，然后每次六日练习啊，我都会问贤弟起，你昨天几点睡啊？然后他每次只要说三点啊、四点、五点，我就说哇，好夸张，怎么会有人这么晚睡啊？天哪，你怎么做到的？然后现在啊，才三点了。然后现在我比贤弟起还晚睡。他们两个很忙，我跟你讲，他们两个很多事情。早上再睡，哎，怎么样？早上起床真的做事情比较有效率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有时候没事的时候就很喜欢，很喜欢有那种十点起床，然后开始整理整理东整理西，然后东摸摸西摸摸，然后就下午两点左右，或下午一两点左右，然后我就感叹，哎，平常这时候我都还没醒。睡很少，珍惜玩手机的时候。是吧？来画口红。嗯，先不着急吧。先，哎，我刚画到哪？睫毛。我要贴是吧？我们来贴一下吧。我睫毛其实本来就蛮长的，只是因为我眼型的关系，所以看不太到，看不太到我睫毛。这一场能不能五点半？首先呢，贴睫毛这门技术，我以前是不太会，但我现在已经掌握这个，不是眼型，双眼皮，不是是双。双眼皮的问题，就是双眼皮有些褶皱，如果它长得不好的话，那就会就是算就是睫毛没办法翻上去，皱褶褶皱，反正就那条线，好吧，那条线。说来好笑，就是贴睫毛还是妹妹教我的。是我那时候不会贴，这个叫仙子嘛，就是单处的。那时候还不会贴，结果是一个男生教我怎么贴睫毛。我看你的眼睛，我谢谢你，真的会谢谢。啊，脖子也好酸。对啊，他就没事。我跟你讲，他很奇怪，他这个人很奇怪，他超强，他可以那种在家里面待一整天，然后就是哎，我来化妆好了，然后就突然画一个超完整的全妆，然后开始拍，然后卸妆。哇，就是这么酷，你看。我就贴，怎么跟你们？他兴致来就好了。因为他画的时候他死不画，说啊，我今天我先贴一个这个吧，给你们看看。把它夹坏了，差一点。
化妆品，根本就没有被我们用得完的化妆品，好不好？也有很多彩妆师进来，没错。那你们知道会帮自己化妆跟帮别人化妆是完全两件不同的事情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就我们的提起来贴在那个眼睛的下面，我看哪边比较空。我的天哪，贴这吧。烂掉了，就你看，就是现在眼睛下面已经有一处了，就是这样，我就差不多就贴个两处，这样不会往里面跑，不会啊，这样会不会搞？又开始直男开始，直男开始在乱讲话了，哎呀。超巧，这以前我也是非常的不熟练的。哀叫，因为我对他比较粗鲁。好，贴在前面吧，前面没什么好。会一点皮毛，我跟你讲，搞不好聊天室都不是直男。我跟你讲，眼睛会了不代表手会了，这是真的，就你一定要自己去实践。所以我有被隔壁认证不是直男。啊，你不是直男，真的假的？所以你喜欢男生哦？怎么会有人就突然就出柜了？怎么就突然出柜了嘞？大家都没有另一半，非直即弯，对啊，不是直男代表你们是弯的吧？这边应该也有女朋友的吧？这个我们来贴一簇的吧，不对，一根的吧，就是一簇的，一簇贴完，我个人是觉得这它只是让睫毛变得浓密而已，然后变得纤长的话，主要还是看一簇的。那就来跟李梦纯当好姐妹，当我好姐妹很难哦，你要够好笑哦。我长的都没了，我只能贴实验的了，好吧。这个贴上去的会比较有一点感觉。理想中女友，六月出生。行啊，祝你找到。祝你找到2022年6月4日。
要高雄 ，OK， 去高雄找。子萱超好笑的，好不好？你通常都贴多少？我通常长的话，我就贴两到三根左右。我通常只会贴我刚刚后面贴的这个，前面就不会贴那个一簇一簇。今天是想说示范给你们看，所以就贴。然后这个两根比较长的呢，就是贴在这里。让睫毛比较有存在感的一个东西。存在感 up up。OK， 是呀，神奇，是没事。你多讲讲，我多学一点。OK 呀，你学这个，保证一定有用，好不好？一定有用。眼睛 bling bling， 我没有画 bling bling 哎，我可以去贴个 bling bling， 我去放一下。长睫毛，真的，我现在连眼线都没画。这样，这个才是 bling bling。下看就能看到亮晶晶，真的觉得太多了。这样吧，画亮亮的话是不用再贴亮片。对啊，就是有一些那个亮片就是敷在亮亮里面，像这个就是里面就是有亮片。对。就基本上睫毛是蛮重要的，然后眼线的话，我最近就没有那么注重眼线，就是说眼线只要稍微拉拉就好。我到底跟你们讲这些干嘛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没事啊，加减讲，反正没差。我这眼线笔快没水了。真的快没水，我要画好几次。画画风格也很赞，什么风格？有点失败，这眼线有点想放弃。那就这样吧，随便画。对，我是造福你们未来的女朋友。你知道现在会帮男生会帮女生化妆的男生已经男朋友已经很少了，不是已经很少了，是本来就很少。你可以比女生早起床，然后就是说直接帮她化妆，然后你们就可以直接起床啦。还会有个女粉蛮会化妆的，两边画的不一样，一边比较，我想要这个上翘的。
真的要去重新买一个了，这有点快没血了。然后就是随便在这边点一颗痣。如果女朋友起床懒得化妆了，那好。对啊，那就是不要化化妆了，就是可能要再化一次。很少人会有吗？蛮多的吧。下次来找你，我手应该都是蛮脏的。蓝色幻影赋予我的回应多梦境，原来自己是吧，就是很喜欢在这边点，没有原因。孤单频率晚来寂静在时间里旅行，我潜行着海域继续前行，我独一无二的轨迹，我等你靠近，等来海啸入侵，想听你声音，听见风暴也不是不行啊，不是不行。欢迎你们学我的妆容，但是男生学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像 gay， 你们自己看着学好不好？去拿腮红。口红的颜色要看，对，没错。也有那种很百搭的口红。我等你靠近，等来海啸入侵，想听你讲上妆什么就妆，上妆的手法就对。就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我喜欢用搓的搓的去上腮红，而不是人家这样子画，因为我希望我的底妆是在的，我希望我的底妆可以牢牢的扒在我的脸上，所以就是腮红上重了没关系，反正打应该掉。对哦，还有一步就打亮，用搓的能留住定妆。对，就是你看，你比如说你上了一层粉底上去，然后你拍掉拍开之后呢，然后你再用刷子再去扫，那底妆就会被刷开啊。就你上完底妆后的每一步都是要轻柔。辗转的梦境，单手去证明，就算一时不经意，啪啪啪，用力打。然后今天的发型要用什么呢？要做吗？还是就不要？看个什么？我是最渺小的。谢谢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小文，绑个马尾就好。行啊，绑个马尾。看，适合运动的发型。呀，等我一下，马尾就很，可是如果绑马尾，就代表我要烫刘海啊。天空在我们心里飘了一圈，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。把马尾绑得很高，但是我有点忘记怎么绑。对，好像就是绑，好像真的就是绑两个马尾，然后把另一个马尾穿过去这样子。对，就是把马尾弄得比较高。现在这梳子上面都是我的白头发。怎么打开不了？那些挥散不去的过往，全都视而不见，只因
的人都会绑的那一只吗？也不是，我现在头发不是白色的吗？我现在头发就是白的呀，对。黑头发有点长出来了，你看我现在自从绑了这个换了这个发色之后，我都没有怎么拍照。没办法了，我等一下我等一下先，对，我等一下先不要绑马尾，先把头发弄好，然后拍个几张照片，然后出门的时候再把头发绑起来，就这么决定了。绑个什么样的发型？算了，先烫个头发，现在再决定。我妈跟我说烫这个很好，我说怎么样，她说动漫里金头发都是最强的。我听到这个话我直接傻眼了，知道吗？我直接傻眼了。烫完发再看看吧，可能到时候想换。这个170，算190吧。分个两边，你看头发，他头发帮我剪了好多。我夜空有一些诉说着你的气息，凌晨下有点正，因为等一下有工作，所以今天要正正，就是平常随便画画就好了。都会有这种时候，对吧？为什么我看起来发质超级好？好像那个高塔上的那个金长发公主。看看你梳头发的发，哇，真的很多。我就是那天姐姐说，就是我一直以为我头发是别人两倍。然后那天姐姐跟我说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我头发是别人的三倍。对，他跟我说什么？我忘了。我假装不在意，想漫不经心邂逅你，一加一倍重新再定义。对，三倍。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多，因为现在好像，对啊，感觉变比较少了，有吧？怎么可以有人这么漂亮？别夸了，你有去敷护发？有啊，我每次洗头都要护发。好，已经烫了。我觉得应该170才对。刚有滋的声音，刚碰一下滋的声音，感觉发尾没那么感动。就是我的护发还蛮厉害的，直接碰很烫，连这都惊了。
对啊，这是我新买的电脑，因为我看大家用就觉得很好用，所以我就买了，我就直接买了。就是说这个买起来。我已经很久就没有除了活动以外的烫卷发，剪得有点短，可以再长一点会更好看。好卷。对啊，因为它这个是等一下就是一起，然后把它梳开这样子。够长，我现在才到这里。是我原本的头发真的蛮长的。想要绑什么？松掉。对啊，之前更长。好像很适合绑那种双头的那种。要穿什么衣服啊？那是这里拍吗？还是再跟我的电脑合照几张？不行，我现在主机搬到桌子底下，不好看。各位，我有点想买双萤幕，就是两个萤幕。可能双萤幕好方便。每双一套你好感情怎么玩弄技巧，我想你不是。对啊，位置比较大，为啥要移到？因为我觉得我需要的空间需要更大。三萤幕更方便，我觉得双萤幕好，三萤幕有点太多了。像一个悲伤的玩笑，有个人话都说不好。对，那样好方便啊。你笑，滑稽的多可笑，其实你什么都知道。这笑话，那你注意散热。双萤幕会，双萤幕会比较热吗？桌子，我是觉得，就是可能要靠一边打。插 CPU 一个插显卡，滑稽的多可笑，其实你什么都知道。这笑话里面两个荧幕解析，对，我有问过别人，他们是这样子说。你的双荧幕是因为我很常就是切画面切来切去，我觉得好麻烦。对，我问我哥啊，然后我朋友，他们都是双萤幕哎。3060什么意思啊？两个都插显卡，然后画质会平分是吗？好笑。
一个 4K 一个1080而已。哦，我不知道我这是多少哎，我不知道我荧幕是什么。他之后会直播，我哥直播的时候我再跟你们讲一下。你的滑鼠 D-pad 会不一样哦，真的哦。可以买个电脑，再把两屏幕架起来。架去哪呀？对啊，我也觉得显卡太那个随便，那个我只是要拿来看东西了。你们去懂内吗？看你们呀。他应该蛮有节目效果的，你们可以过去笑一笑之类的。我相信他，而且我可能会跟他玩，就是他直播的时候，我可能会跟他玩。如果你这样两个屏幕都要7寸吗？另一个可以小一点吗？记得通知我们，好啊，会通知你们。你们可以去那边抖内，然后我叫我哥分成给我。让他去封城。一个值得播放，把荧幕放成直的吗？随便。他丢礼物前就说，这个是为了某某送的。对呀，这是没他们没有一起待在一起过吗？反正我其实也没有什么目的，我就只是跟他玩游戏而已吧。直播一个 YouTube 一个图奇，有没有看我那天发我都直接发了吗？就不要加就好了。基本上我没有在 iPad 没有跟任何不认识的玩过，都是跟认识的玩。然后就这样把它梳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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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， 然后就这样哒啦，然后等下先掉一下，因为光是不是很全跟家人，对啊，我本来就不太会要管什么。等一下，还要再梳开。
快，等一下基本上它就会自己慢慢慢慢掉，就是就不用再梳了，帮你梳一下。而且今天，我记得今天外面下雨，我刚好像听到雨声。所以容易看不到颜色。现在没有哦，没听了。因为下雨的话就白白卷，下雨就会直接变直。好不好，哥出？可是现在直播的人这么多哎。可是我相信它还有效果。变浅了一点点，没关系。我丢给你会不会生气？没关系啊，我相信你们会配合开一个 YT 频道。对，男生会比较辛苦。对，没错。再看他要不要露脸吧。来看一下帮什么。那人，他人蛮好的。这种。那种后面的高马尾侧曲，稍微学一下。把那种反正运动也可以，也蛮好看的，好像也可以。但是我感觉有点，幻想默默直播打 GTA。GTA 也不是不行哎，我小时候蛮喜欢玩 GTA， 听说好像说有趣就有人看。对啊，我就差在技术了。这好难啊！已经快看不清，还没到黎明。看半马尾，半马尾怎么办？坠落的流星划过七万公里，轮回的命运瞬间变得透明，平行的距离。那我学一下，各位表情。只有怎么遥不可及，两指之上三角形。但爱始终围绕让你记起，忽然打破枕头的天宝们的像皮筋啊。GTA 我也不知道，我是我小时候是玩那个手把握柄的。一丢丢难，但是我觉得我可以。好，像一场梦境，不对，播到后面了。这样，33.5。我还是控制一个黑人，我忘了。瞬间变得透明，平行的距离。这样吗？
流浪的香槟。香槟六连击，让人大气。从中间这样穿过去。然后干嘛嘞？他感觉绑了个眉毛一样。小妹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哦，然后在后面再绑一个，再绑一个马尾。你先绑 ，OK OK， 这样子哦，各位，这样子。然后嘞，好，然后我要找出我的刘海，找出我的刘海之后呢，把它留住，然后绑一个半马尾，半马尾，把这个东西呢，给它放上来。然后这够穿过我的马尾吗？这洞这么小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哦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对了吧？对了吧？对了吧？过来。雕刻星星跌落在人间，那是你照亮我的世界。从那一天起，我遇见你， okay, okay. 应该就这样了吧。身边的一切都很特别，也曾听过滚烫的誓言，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。想要随时都和你分享，想让心穿过来。绑了个眉毛，为什么？哦，我绑的太……啊，我马尾绑太低了。应该再绑高一点，这不是需要侧面，是我绑太低了。等一下，它要绑在这个位置。兄弟们，我要放弃了。他正面完全看不到，正面完全看不到，就是失败了。
这是绑太矮，对，绑太矮。真的就是绑太矮，知道吗？你看哦，这个人抓那么前面，就是要抓这么前面才对啊！真的是，我抓在后面，这个应该要抓在前面。这都他教错了，他肯定是教错了。我跟你讲，他教错了，下一个教学就是对的。我看了上一个教学。拆比较痛，我跟你讲，比如说你是绑在这里，比如说你是把一个东西你绑在这里，然后你就是这样抓在里面，然后把橡皮筋这样子抓掉，懂吗？绑过的头发更蓬松，应该是炸掉了，现在头发是处于就是炸掉了的状态。带哭。CON 是什么？好营业，有啊。看得出来吧？但有一种好像在哪边看过的样子。你说这个吗？金发适合绑什么头发？我也不知道。还有一种被风往后蓬起来的感觉，就像要像有风在那边吹吹吹吹吹。超好笑！我跟你讲，那天陈思雅毕业演唱会，然后我在后面烫头发，然后烫一个不然太卷，然后我又金发，然后大家都叫我贝多芬，那时候一出去我就整个是贝多芬的状态。然后谢鼓掌，主播说七夕会很胖，金卡适合放金卡，放一下高马尾。是，那我放下来拍吧，不然高马尾其实拍不到什么东西。等一下再戴个花圈，看前面有点。看不到这个刘海是什么鬼，挺普通的，有这么卷啊？更卷，比这更卷。因为我那时候在后面很长时间，就真的时间很多，然后完全不知道干嘛，然后就一直就那种头发就那种超细，这样一撮一撮一撮慢慢卷，然后就变贝多芬。橡皮筋是不是选不咬头发的？可是不咬头发，你要想啊，有些女生她的发质比较好，或者是她的头发比较少，那种就橡皮筋，普通橡皮筋就很难抓住，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这种塑胶这种橡皮筋比较好。梦多可还行？梦多。可惜没看到贝多芬，当然是会在出去前把它弄好，怎么可能就这样贝多芬出去嘞？路德莫西，孟顿是 ，Luder 是雨伞学院的 number one。我最近看雨伞学院好好看啊，各位，我推荐各位去看雨伞学院，好看，一个美剧。那是贝多芬去啊？真的假的啦？完全不知道贝多芬全名是什么。看，真的、啊，
很好看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美国知名发圈品牌，是指什么呢？你看美剧哦？对啊，目前三季，对，我现在已经看到第三季了。你竟然还看美？为什么不能看美剧？我看剧从来不挑国家，我看剧就是那个剧的剧情。对，不管什么国家，就是好看我就看。麻雀学院，对，会英语，就是你看剧不看字幕的吗？最近看电影比较多，就很哦，没有啊，就很意外。我还蛮喜欢看美剧的，韩剧、日剧都喜欢。日剧应该是最少看，美剧还是要看。我之前有看过一阵，但是我不太懂他在演什么，我没有仔细看。就是 Netflix 上面都可以推荐，就是说 Netflix 很好用。就我其实看很多剧，我都是就是我看剧就是吃饭用的，我吃完饭就会把那剧关了。可是《雨伞学院》是我看就吃完饭，然后我还会就是还会继续看。啊，你说那个箭头，那个之前我有看，但是它一直不更新，然后我就一直不看，我现在都不看，我现在就等它结束，它完结了没？等它完结我再去看。不要常看韩剧和陆剧。我现在就好像只看《雨伞学院》，然后在等那个《间谍加九》出完。完结了吗？哦，真的哦，那我快去看了。太好啦！啊，十一集第一季完结？等一下，不会吧？不会，我看到那一集就是完结了。我好像看到完结了耶，但我陆剧不看宫廷剧，真的。超级可爱，啊，你有没有偷拍人家？有没有偷拍人家？完结了自己还不是？有时候看完都没有实感，然后就觉得，自己好像还没有看完，然后再回去看的时候，发现，最后已经看过了。陆剧有点拖，对不对？就是他弄了好几百集那种。等十月看第二季了 ，OK 啊。你们那个景致号是什么？哦，偷拍哦，应该是偷拍。我陆剧从来看不读不了，剧情走快，真的，他们真的很慢。哦，你没有合，那你们有合照哦。就算我说不能，你们还是会一直偷偷截图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不知道，那画师的手好。那我一你看完，一我看完了。我拍他没合照啊。那给大家看看吧，分享吧。在网络上，现场当然有啊。你们现实你们也没有在问我们的好不好？你们根本就没有在问我们的，你们就直接举起手机，嗨某某，嗨某某，这样子。我说，某某，我可以拍你吗？好。大家都问一下，然后我说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能拍，不能拍，不能拍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
必须，下次问一下。那如果我说不行呢？如果我说不行呢？如果我说不行呢？越解释越糟，确实。看一下嘛，哦，撒娇，撒娇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可以偷拍你吗？不行哦。那我就眼睛记录，这么乖吗？你有这么乖吗？那就拍别人。行行，在问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录啊，这样子啊。就跟我讲话的时候不要举着手机，对不对？就一下下嘛。行啊，可以，就一下下。好，我同意了，我同意了。怎么打完饭一营养？打完饭，打完饭是不是？见到某某，我真人先下。我很可怕吗？我很可怕吗？我怕撒娇会很羞耻，所以我乖乖 OK， 所以是要好好的打招呼询问过。对对对对，你们就说哎 ，Hello， 你好，妈妈，我可以拍照吗？你很可爱，不瘦不瘦，我恐女啊，那不是我的问题，那不是我，那是应该是你的问题，就是不关我的事。你怎么可能会输？直接冲上去，怕你是不想参加下一次活动。什么时候问可以拍照吗？就是可能在路上啊，在路上，就在路上，然后比如说上班下班，就你我们在走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说，可以拍照吗？可以吗？我是不是被你的美惊吓到？少在那边，少在那边。那可以大喊林梦纯吗？随便喊，我的名字你随便喊，我来念一下排名。第三名松阳，谢谢松阳。第二名职业刘人，谢谢刘人。第一名 Film， 谢谢 Film。各位，我们晚上见啦！晚上见，一天播两天是，一天播两次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对，来体验看看吧。晚上见啦！不会冲刺了，不会冲刺。晚上还会播，晚上我手机还会直播，然后 Live 也会播，这样子。那等我晚上开播啦，各位，拜拜，大家晚上见啦，晚上八点，晚上八点见，晚上八点我会再开播。对，拜拜，八点见，八点见。